开热锅倒下白饭，各式炒饭料理，大厨魏绿伟快手翻炒，米粒裹上蛋汁，金黄色泽，现点现炒，最受顾客喜爱。而其中在又湿又冷的天气，畅销第一名的口味是泡菜炒饭。客人说，湿冷的天气里来上这一味，暖胃也暖心。觉得老板的泡菜是做起来蛮特别的，然后它搭配它的炒饭吃起来，我认为是蛮爽口。然后在这个季节吃起来就是比较开胃，我觉得味道也不会太酸。搭配起来就是很美味的。位于中和圆山路178巷口的小店，是任职过台北新东南餐厅、君悦饭店的大厨魏绿伟开设，以现炒料理为经营特色。魏绿伟厨艺好，用餐时刻料理台上满是点餐菜单。为了让炒饭完美呈现，特别是腌制了韩式泡菜，选用韩国产大白菜，做出酸辣甜适宜的味道，用来炒饭或是搭配肉类快炒，微辣的口感最适合冬天享用。泡菜跟外面买品质不太稳定啊，然后自己做比较新鲜啊，比较那、当然自己不会放一些那个有的没有的东西，自己做保证是纯天然的泡菜。韩式泡菜被美国《时代》华纳健康杂志评为世界五大最健康食品，富含纤维素、维他命 ABC， 不仅是韩国美食的代表，台湾人也爱吃。魏立伟说，自己做的韩式泡菜受欢迎，相当开心，也因应顾客要求做成罐装泡菜出售。湿冷的天气用来煮泡菜火锅最对味。啊，夏天就是人家拿来开胃啊，开胃菜啊，啊炒饭啊，可以拌一点这样子。啊，冬天客人都会买回去煮火锅，我们的泡菜煮火锅真的非常棒，就像在吃泡菜锅一样。冬天吃泡菜料理暖胃，夏天吃泡菜则是开胃。一样的料理各有不同的变化，餐厅大厨做的韩式泡菜隐身在巷弄里，只有内行人才买得到。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。